那么나는매일밤불면증으로잠을설치기일수있다。那么呢，나는啊，我呢，매일밤，每天晚上，불면증啊，불면증是不眠症。什么是不眠症呢？是失眠的意思，失眠症。那么饿了啊，那么由于啊，这个每天晚上的不眠症啊，怎么样呢？잠을설치기일수있다啊，那么这个설치다啊，잠을설치다表示呢睡不够觉的意思。那么这个설치다表示呢不足的意思啊，觉不够的意思。那么这个설치다是个动词，后面加这个기일수있다表示呢总是啊，总是老是的意思。那么啊，我的觉睡不好呢是一个消极的方面的问题，所以呢它可以用这个일수있다啊。我们再来读一遍，나는매일밤불면증으로잠을설치기일수있다。那么第二句话呢？啊，나는버스나지하철에물건을놓고내리기일수예요。那么呢，我呢？啊，버스나지하철啊，지하철和这个버스都是名词，对吧？都是名词，所以呢，名词中间呢，表示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这个나。如果呢，这个버스呢是啊，如果不是버스，是지하철的话呢，要加这个이나啊，지하철이나。波斯的话，因为这个나呢啊，前面加 e 表示跟这个有啊 받침 的词语结合啊，它只能跟这个动词中间结合，对吧？那么要么是公共汽车啊，要么是지하철，表示选择关系的。那么물건을놓고내리기啊，那么물건을놓고放在这边下车，表示呢把什么东西落在车上面这个意思啊，落在车里面啊。那么这样的行为呢？也是也要常常总是老是啊，习惯于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呢，他把这个东西放在车上面下车，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啊，所以呢是消极方面的一些句子了。那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二句话，나는버스나지하철에물건을놓고내리기일수예요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动词后面加这个기일수있다，常常跟这个消极的方面，那么它表示呢，总是老是习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练习啊，练习的第一个呢，이상구는겨울이되면빙판길이怎么样呢？버스운영이어렵다。那么이상구啊，상구呢是山谷的意思，山谷非常这个偏僻的人稀罕至的山谷叫상구啊。상구는怎么样呢？겨울이되면到了冬天的话呢，빙판길이啊，빙판길是什么？빙판是这个冰，结冰的路啊，结冰的路怎么样呢？啊，되기啊，일수있다啊，成为这个冰路呢是非常总是成为这个冰路，所以呢，버스운영이어렵다，所以要运营这个大巴呢是非常困难的啊。我们看下正确答案啊，빙판길이되기일수였어啊，일수였어啊。那么这个일수있다是一个啊，刚才我们讲过，但是呢，它要在中间加的话呢，它要作为一个什么呢？连接词尾，它需要一个连接词啊。那么这个어서呢是表示这个原因的，所以这个있다后面加어서变成了这个여서啊，所以呢，되기일수였어벌써운영이어렵다。啊，这样子的写法就正确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句话的卡怎么说的呢？그학생은마음이약한가봐요啊。那么那个学生呢，可能是这个心比较的脆弱啊，心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마음이약하다表示呢心软的意思啊，약하다表示弱的意思。那么后面加这个는가봐요表示呢好像的意思啊，这个学生呢好像是心挺软的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哪怎么说呢？네，그래서，所以怎么样呢？조금이라도어려운일이닥치면쉽게啊。那么조금이라도啊，이라도表示呢，即使啊，即使呢是一点点啊，即使指的是一点点的程度呢。어려운일이닥치면啊，那么一点点这个困难的事情呢，迎面而来的话呢，那么这个닥치다是表示呢就是在。这个在前面，在脸的前面啊，就迎面而来这样的意思。那么
如果一点点小事迎面而来的话呢，쉽게怎么样呢？很容易放弃啊，放弃怎么说呢？ 포기하다 아 포기하기 열수 있다 아 怎么说呢？포기하기 열수 있습니다 是非常容易放弃的。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啊。 그래서 조금이라도 어려운 일이 닥치면 쉽게 포기하기 열 수입니다.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 key 열수 있다的一个练习啊，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。那么这个也是在考试当中呢经常出现的一个内容了。那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个这个语法是什么呢？这个을리만무하다啊，리을리만무하다什么意思呢？表示呢绝对不会啊，绝对不会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前面呢要加这个动词啊，动词后面呢如果它是有韵尾的话呢，我们就加这个을啊，을리만무하다。要是没有韵尾的话呢，我们直接在这个动词的语干之后加这个을啊。后面加这个 li manmuhada 就可以了，表示呢绝对不会这样的意思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。